去前女友家里给她送文件，然后她说想让我等她睡着再走。啊！我操！你不是睡着了吗？ 喜欢我？谁看谁不喜欢？那你有什么不敢复合？我跟你讲，咱们两个的生活是不一样的，咱们不合适，咋复合呀？喜欢就在一起呀，都是借口。爱而不得才是常态，我们彼此相爱也算那个什么。那我们和好吧。 日子不对吧？